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白丁啊。那啊最主要的这个视频终于来了，啊，很多人主要是想看说啊这两支笔的一个差别啊，行吧，那就刚好两支都分开评测完了，然后现在放在一起一个对比，那这样子看的时候，你们哪些笔有了就可以不用去看，那方便大家。所以说每次视频故意都是拆开的。 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。那这两支笔刚刚已经评测过了，那重量上在那边有讲了，我就不多那个浪费时间。那现在这两支笔都上完墨了，我们看一下上墨的重量其实跟不上墨有没有差别了。其实就零点，应该好像没差吧？好像刚刚是二十九点一吧，我忘了。反正就零点几的一个克数差别。如果这个重量。 哦，也差不多，反正就是，如果这个重量你说啊、哦，好好明显的，那我那真的选笔也挺难选的，因为你真的要选非常轻的笔。好，那笔的话，大概两支笔能看到外观啊、呃，完全没什么差别，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。然后呢，再下来就是说重量，刚刚也有看到差别也是不大。再下来，我们先每个细节慢慢看吧。笔夹啊。呃 选好，先让我选好。两边啊，弹度也是差不多。哇、哦，两支笔太像了。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光啊，上面的反光呢，稍微我看了好像是差不多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区别。这么看的话，派克这支好像稍微锐利一点，反光稍微好看一点。笔尖的上面也没什么好看的，大家一个亮亮洁度也是差不多。 笔环，哇、哦，这连高度都一模一样，不错啊，这个做的挺好的。嗯、呃，连这个环，连连，你看一下这个环，连这个环，哇，完全是粗细一模一样。我不知道这根笔是怎么来的，但其实它质量我个人觉得挺好的。如果是买这支的话，我建议，如果你除非你爱它的笔尖，或者你喜欢那种精致感，不然的话，我建议你买这支左手这支，现在这支啊，这样子这支。 鸡尾和鼻尖，我觉得好像性价比会比较高，因为价价格差的太多了。我觉得，好，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鼻尾啊，这个品牌的魅力，我觉得没什么好讲的，这根就没有。呃，当时是没有想到会录这只，我当时是我是先买了这一只，然后再买这一只的，结果呢，后来发现一这只才有字，我一开始以为是。 呃，都有，然后才发现这只才有，然后就转了，搞得没没得就是怎么讲同颜色的一个对比，呃，倒是它这个纹吧，其实也挺漂亮的，我觉得金毫的这个纹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一下鼻尾，鼻尾的话好像还是拍克那个比较锐利，能看到吗？我左边这样子，你看有点拉扯的感觉，那你看这边拍克的，你看很顺。 你看这边有个拉扯感觉，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做到这么细，就这么细，是不是比较难呢？因为这个感觉其实如果是远看或者细看的时候嘛，这个质量感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能感觉到。但其实我现在手摸两根是差不多重量，以及大小也差不多。书写的一个笔握，呃，基本上大家看一下。 来看一下这个笔握，呃，我觉得笔握也没必要去看了吧。我觉得就重心，其实大家如果看过那两期都知道，两个中重心都在这个位置左右，我现在食指这个位置，然后笔尖的大小也是差不多。嗯、呃，出抹书写我等会可以在那个两只再给你们对比一下。 然后呢，能看到笔环等等，基本上我觉得是同同一支笔了。我觉得真的没有差别，也说对比，说实话我没想到怎么对比。那而且像这一款笔的话，我觉得基本上就是笔尖的话你，你我觉得它的老尖会比新新版尖好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支那个太粗了，个人能觉得，呃，不是很喜欢。然后呢？ 呃，这一支笔你鸡尾笔尖就不会很心疼。这一支它怎么说也是一个金尖的，你鸡尾别的尖又感觉好像嗯怪怪的。这个，另外就是我觉得差别可能真的是，就是它的杆的一个光亮度，那会有点小差别，但是摸起来其实是一样的。然后再下下来看一下。 你看这个，这个，哦，这个上面的这个，那、啊、这这里就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差别对比了。但是这个印章的话，我觉得要拿放大镜去看才会比较美。放大镜，你看，哎，能，哦，应该反过来吧可以、OK。可以吗？哦，好像不能放太大。OK，可、OK、以。 但放大看，感觉也不是，不是很够毒，不是非常够毒那种感觉。好，然后再下来了，就是这个，嗯、呃，这边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就不要，不用放大了吧？这个放大了，感觉没什么意思。到时是，呃，品牌毕竟贵了，所以说它的。 整体的一个设计，就这类的构成感还是非常强的。从它的一个商标来讲，呃，比较的话，就好不好看，见仁见智。但是这两个比较，我相对喜欢右手边这种多一点，因为这个攻击性真的太强了。还是一样，就是说找不到跟笔的一个嗯关，呃，关联就关联不到跟笔怎么关联。一个是攻击性很强，然后它本身是书写的啊，这个还是没搞懂。 好然后，呢，我们再下来那个对比一下它的一个笔尖笔尖粗细吧，跟平常零点五的，我觉得啊，你刚好这里有个零点五的，那我刚好一起写吧。 好，那书写完以后，我一开始我还吐槽这只 Parker 它的一个怎么讲，它的一个笔嘛非常粗，结果一发现，我去，呃，好像真真挺粗的，就是能看到这个细一点，但是粗细不是很明显的，就差，感觉差别不是很明显。 而且我用的墨水是那个 j h b r a 笔嘛，流动流动性本来就非常高，然后再配上那个出墨，但是这两支笔都有个好处，出墨很足。那还是我觉得它找这两支都要找一些粘性比较大的墨水，像鲶鱼啊那些的话会比较合适一点。不然的话，这个出墨量的话，基本上想日用的话，得要找那种十 mm 的格子本，那才比较合适。用反正我个人觉得都能用了，只是说看你平常的使呃使用习惯了。那你说我本身。 都小小的，那你小小的本子很难有那个十 mm 高的一个格子本嘛。那像这两支笔，我可能觉得都不是很合适。但是如果机尾那个尖，那这两支笔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。好，那这个对比大概就到这里了。那因为太像了，能讲的真的不多。好，那有什么漏讲的，帮我补充一下，或者有什么问题可以下面留言给我啊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